So I'm gonna go out, play hard, and do whatever is needed to help the team win the game.说要帮助球队在和 Plus League 新竹工程师的交流赛拿下胜利，前 NBA 球星表弟 Cousins 旋风来台，短短一个月四场例行赛已经打完，为台啤永丰云豹拿下三场胜利，也守住战绩第一的宝座。只是接下来的动向还是让球迷好奇。And recognizes that as well. So, you know, we'll figure things out. So that's the best answer I can give you.在 T1 联盟的最后一战 ，Cousins 表现不差，缴出30分、5篮板、5助攻，以114-88击败台南台钢猎鹰，守住主场胜利。不是顶长，我们是用月的方式，但是其实 Cousins 是相对是让教练团们是比较满意。应该说，如果以地方文化的话，豪尔是很浓烈吧，但是在球团球风上面可能。相对 Cousins 的话会更 match 球队一点。前后两名 NBA 球星加盟云豹，各自带来不一样的成绩。只是看看票房表现，魔兽霍华德来台前四场主场赛事，场场爆满1.5万人进场。反观 Cousins 的四场赛事，最多进场人数在27号有6215人进场。虽然单看进场人数，成绩有些落差，但球队还有季后赛的目标也想达成。本来 Cousins 在2月就有些行程，然后呢？4月也有一些行程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一步的商讨，怎么样外标那些被 booking 的行程，然后来配合我们的球赛。会不会再来台湾还是未知数，也如 Cousins 所说，顺其自然。不过球迷还是抱着满满期待。TVBS 李建伟、庄轩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